漂亮，去你的化妆间。今天来到妮娜的化妆间，前辈妈妈前辈，我前辈妈妈，我的前辈啦，我的前辈，我的前辈，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哦，你是说指妈妈的部分？对，妈妈的部分。年纪没有吧？年纪不说。听说这一间。这个衣帽间就是你的个人天地，是他帮你打造的。对，他自己设计的，就是因为他不是学这一类的，所以他是上网找很多功课，然后自己画图。然后因为他的表弟是木工，所以他画出来之后就会跟他表弟讨论。然后有时候他表弟说：“哥，你这个天马行空做不出来。”他就会当场然后再改。那你有跟他讲说你梦想中的就是衣帽间会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很多可以放衣服的地方。对。因为我很喜欢买衣服，是，就是我只有跟他讲这样，所以他就真的帮我做了很多，就是这件很大，全部都是放衣服的，对，还有放包包的。这一区就是摆上衣类，就任何长短袖、毛衣，旁边这个的话就是都是挂裤子，全部都是裤子，对，全部都是裤子，就长短裤。嗯，然后这里就是挂裙子，就长短裙这样，对，就有分区，挂起来就很方便，可以慢慢找有哪些衣服这样。棒，请大家留言给我们，因为我也是会介于，就是那个衣服只穿了一次，你回去到底是会先堆在那边，还是你会把它挂起来，还是你会把它丢去洗？因为我也是，就是有一整个篮子，我就是穿一次，我就觉得，我明后天可能还会再穿啊。而且你就会觉得我今天又没流汗。对，然后就把它放在那边。而且有个产品叫芳香啦，喷一喷就好了。对，而且不知不觉，其实不觉有时候闻也还是很香。没有，我觉得女生会有这个困扰，然后不知不觉那个篮子就会多到爆炸，然后我就心想说，我好像也没有第二次跟第三次再去翻那个篮子衣服里面穿。哦，你就一直放在那里。对，然后那个就越来越多，然后等到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把它全部丢去洗。那我为什么不开始一开始就是丢去洗就好了？这就是女生嘛。因为我是累积起来之后，我就慢慢挂回去。你是会挂回去，可是问题是在外面的衣服但是没有流汗，对不对？我跟你讲，因为你放进来，它的味道都已经消去了。屁啦，屁啦。那这边就是放，就是这真的很软，就放一些折得很好内衣裤，然后跟睡衣，就平常不要用不到的。我真心觉得你老公帮你设计全部挂起来是对的，你折得蛮好的。对，折得真的很好，一整坨这样子。不要拿出来，折得蛮好的。是你塞回去，你不会觉得乱，因为它原先就我跟你讲，不要看到就没事了。你这就是家里招小偷完全查不到的。对，没有。我要讲有一点，因为我女儿现在会爬，然后会站，所以她会来这边把东西都拨下。哦，所以那是她弄的。对，她每天都。我想妈妈东西乱就怪都是女儿弄的。她每天拨下来，我就不用再折回去，因为她还是会拨下来啊。这个收纳柜是特地在 IKEA 在买的，然后他把它还刚刚好因为他把他裁的他不知道哪来的电锯粘白胶粘在这里面，就变一个饰品柜。哇，很厉害对对对，这个就还蛮方便，他真的手也很巧他会帮你裁这个。老公你真的很赞吗？对，下一个天哪，我这就是一些就是你知道相机的部分卡到这。他也是帮他找到一个很好，因为他 size 刚好，这样很省空间，就是放一些也是饰品类，然后。这就是放一些舍不得丢的盒子，但我觉得留着你知道吗？这些盒子我也不会丢，我也不会丢，我觉得摆着你也不知道干嘛，所以就会放在这里。我都把它拿来放别的东西，还是你们要吗？这一区是放包包的地方，还有一些香水跟可爱的小娃娃。有没有哪个包包是对你来讲特别有意义的包？就这个。因为通常我都是自己买包，但这个是唯一我老公送我的，唯一一个，对，这个是我们去法国度蜜月的时候他送给我的蜜月礼物。哪一些包你比较想介绍？其他的包这个是我最常背的包。等一下，后面好乱，怎么讲？而且拿一个后面全部都会掉下来。走三了，走三了，走三了，走三。没有，因为没有说会接到这个，所以我自己就没整理。你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拍包吗？这个包我是买二手的，因为这个它现在已经没有货了，超级。但是它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所以那时候有到买不到吗？我去问他说，他现在没有，就是没有做这个迷你的后背包，所以我才买二手的。而且这个包控还蛮好，重点是它真的很时装，它里面真的超级无敌大，然后出国玩啊什么都很方便，对，而且很小，然后背后背又很可爱，重点是它完全不怕脏啊，因为你出去玩就会丢地上。这一区它这里就是规划给我放鞋子的啊，对，你都规划好，这边也是，所以我鞋子就会拿进来放，但你不怕脏吗？我鞋子有干净，我会喷酒精，然后再放进去，不会臭之类的。还是说鞋子放在那边，它自动会变香？我脚很香，真的，不留脚汗。你会闻到味道吗？没
有哦，好香哦。对对对，哎，你不流脚汗？我不会流脚汗，就是比较少。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也不会流脚汗。那你也可以这样，公主可以吗？我真的不会流脚汗。好好好，那一双好像也会穿鞋。那一双就是有一年那 Easy 很红啊，就觉得你说这个吗？对啊，对，我觉得好不像他的风格会穿出来。这么红，我就是要买一双，让人家知道我有 Easy 啊，就是炫耀型，没有穿出去过。梳妆台，对，我梳妆台，我在这边化妆。对，然后因为我是很着重底妆的人，所以这里全部都是我粉底液。我就会像选妃一样，每天选粉底液，这是我很最开心的事情。不是重点是粉底液，什么对对，你的粉底液的选择是，就是我会看我的肤质，比如说我今天，因为我不是都差不多。没有，不一定。如果我前一天是用比较滋润的乳霜的话，我就会比较油一点。嗯，所以我今天就可以用比较干的粉底液，或是如果我知道今天要出去晒太阳要流很多汗，我就会用比较那种抗汗、不容易脱妆的粉底液。那如果要说第一名，我是选这个，哦，因为这个连我干肌都可以直接上，但不会觉得很干涩。OK， 对。然后第二是这个，嗯，就是它是遮瑕效果很好，但是不会显得妆很厚。嗯，然后第三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今天如果要去户外，它持妆效果真的很棒。对，而且它过一阵子会有奶油肌。对对对对对，穿那个整个感觉化开，不会有脸崩塌的感觉，不会。这三个真的是，哎，其实大家打开都差一样，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好，那如果是保养品，你会着重在化妆水、乳液还是精华液？我都很注重。如果我今天皮肤有点小过敏的话，我就会用维姿，你知道八九很有名，泛红什么涂一下就好了。而且这是放在冰箱。怀孕的肌肤很容易过敏，你可以多用这个。我肌肤蛮好，我可以送你一罐，我有囤货。哎呀，干哦，因为讨厌他最近也找他最近才找我虾皮 IG， 因为你看我这边都是我囤的货。哇，对，就像这还有放一些就是我真的舍不得用的唇膏，因为 YSL 都会寄这种，对，很漂亮，我完全舍不得用哎，我就这样摆在这里，嗯，看了很赏心悦目，我看了就很爽啊。但我化妆品真的很少，我化妆品只有刚刚是保养品哦，对，那么多哦，来，我化妆品只有这一柜，因为我一直觉得 Nina 应该是一个会注重化妆的人。就没想到你的化妆品竟然这么少哎，欸，因为我只会化一种妆，就我不会太多的妆，对，就是固定那个妆，对，我就固定这个妆，所以你不会改变其他的样子，不会不会，所以颜色就顶多变，有时候粉色，有时候橘色，就是这样而已。嗯，对，然后顶多换一些唇膏的颜色，我觉得应该要学一下，因为我也觉得好像也没，其实画来画去都这样，我的眼影的已经爆炸。可你会发现怎么用我的眼影至少有十盘以上，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就是实用的，然后把旧的送人家嘛。对，所以要再新买嘛。对啊，不是在新买，不是那个结论，不是那个结论。我要理清楚。哎，这其实还蛮让我 shock， 竟然是保养品这么多，然后化妆品很少。今天这一集真的让我反思蛮多的。来，譬如说，我会希望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管理师。不是这样，这不是反思，小姐，不是，这不是反思。好吧，这是愿望，这是愿望。反思好像就是你要检讨什么的。哦，检讨可能真的没有到那么多。什么东西？要再买一些。最后，Nina帮那个燕婷搭一套可爱孕妇装。我帮她挑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怀孕的时候都会穿这种还是比较少女可爱的衣服，对，而且这一个它的设计是就算你生完小孩啊你还是可以穿，嗯，就不会浪费，因为怕有时候买了孕妇装你生完就不能穿，而且其实它可以的一个那个松紧，对，像这个生完之后没有肚子你就可以把它再拉紧一点，这个都可以调，就是用松紧去调整，对，因为它现在肚子比较大就可以拉松一点点，然后就是怀孕还是可以有一点小性感，这样露一点点小背，嗯，然后因为我把它挑这个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我怀孕也是在夏天，就很怕热。嗯，孕妇真的很怕热。孕妇是真的会变热，还是体温非常热？因为里面小孩就对，会让你体温变很高，体温变高。所以我们常常如果像这个天气出去外面一下马上中暑，对，而且会贫血，太热会贫血。嗯，所以帮他挑这种无袖就比较凉感一点点。嗯，待会跟燕婷就要好好的把这整间都拍下来。对，这是一个重新改造的一个新企划，我连这个木质地板我都要拍下来，连你家厕所都用木头哎。对，就是我老公喜欢木头风，他觉得这样很温暖。对，好，想要看到我们去更多谁的家呢？请留言给我们哦，外县市的。也可以哦，不准不漂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还有空姐，是啥？嗨 ，Amy。哇，这个很棒，你知道吗？真的很厉害，这是我看过所有的真的最厉害的衣帽间啊！真的要改进，应该我衣服应该要这样子，你知道吗？一想到这个，你老婆也要这样子。有没有很羡慕？有没有？我突然觉得上次去那个哪里？那个是谁啊？
上次也是大学，对，唐威的，对，所以我就自己在检讨。但是看到这个是不是深思？对，一样意思啊，差不多意思啊，更健康。但唐威的比较窄，不是他的东西比较贵一点。但这个就是一样意思，好像我们可以达到，对，就我们可以达到的，對對對，好像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远，好像其实就是一步的距离，对对对，只在于我们要不要投下去，然后先吃一些什么面包类的，面包类，唐威的那种是我们可能要吃十年，那个，对对对，那个太多精品，而且它这整体的规划很棒啊，你看这个灯，然后这个镜子，哇。我都没有想过要把保温瓶塞在后面，这真的是很厉害。还有这个木质地板，这阳光很好啊。这个猫咪如果躺在这的话，哇，多好！回去好好检讨。我觉得泸州可以买。突然变泸州。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好友相聚了？东森好朋友秋生活节来啦，准备来报复性秀一波！9月19日，快来挤爆美堤和平公园！